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玉竹香妮，又到了一分钟时尚赏析时间。今天要教大家的是内衣外穿，因为我个人很爱穿法式内衣，像这种法式内衣。那这种法式内衣呢，除了在家里穿以外，我们要怎么穿出门呢？那我现在就来教大家吧。穿法，把它穿的有一点法式女人味，然后有一点性感小女人的感觉。我搭的是一件白色的百褶裙，它就会显得很有女人味，就有一点可爱俏皮。然后我上面搭的呢，是我近期很喜欢的一件小外套，这边有点木耳边，而且它很棒的是它的扣子是做这种钩扣，所以你就是可以扣到最顶，或是拉下来，它就变成一个深 V 呀，或者是任何你要扣的地方，它就变成不同的感觉。然后里面我们再压这件刚刚的法式内衣，不管你扣起来或者是打开，都会很有性感的小感觉。所以如果你今天到一个酒吧或者是一个 party， 你可以先扣着这样子去露一点小勾，然后等到遇到你欣赏的人的时候就把它打开，是不是就变得很时髦很时尚呢？那这就是今天的一分钟法式内衣穿。